韩国入境以前要先准备两个东西，第一个是这个 K E T A， 它是韩国签证，登录你的护照号码之类的。另外一个是简易的 Q R code， 你要在去的前三天才可以填，你提早填都不行。奶油家族悠游卡可以装 T-money， 可爱。我已经3年没有出国了，我们上一次去也是去韩国。我们要来拿 T-money， 这边谢谢。好的，那个好，我们已经 check in 完，我想要从第一行下去，第二行下吃麦当劳，我们要搭机捷。班机延误2个小时。都还没下来。我们要搭地铁从弘大去我们住的饭店。酷啊，好冰啊！我们住这间，我是住这种两个人一人一张床，我跟我弟弟睡这间。去吃饭，先走去换一些韩元。刚刚昨天不是路边买鸡蛋，他们真的鸡蛋糕。我们刚刚那个有卖卖。哦哦哦。年糕鱼板、吉斯鱼板。加塔塔酱很好吃。我还买了炸螃蟹。我们要去 Top Ten 看有没有羽绒外套，特价到今天。好啦，穿我昨天买的，它蓝色还灰色，反正我觉得它是蓝灰色，很可爱。现在要走去地铁站，离我们饭店蛮近的。我们要去吃 egg drop， 东大门分店是24小时的。10号出口集合一日游去南怡岛的行程，原本想说在弘大搭，我们就填弘大，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，没有人要在东大门上车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车，我们今天行程改了，行程帮我们改成29号了。对呀、啊，他是先首先呢要去进我想要买便利商店的这种一包的咖啡，我爸点了热的，
美式咖啡。好像做到冰块被破掉，我跟店员拿一个纸杯，蛮甜的。买了三碗泡面。这家是三清洞摩西年糕锅，黄色的腌萝卜，点了三到四人烤肉拉面，加了鱼板跟炸面团。哎，他们的筷子居然都是扁的了。应该是那一堆600多块台币，比我们的早餐还要便宜。从那崇拜人这样那么小，绿豆煎饼，我们现在要去吃生章鱼，每个都有附牛肉萝卜汤，牛肉加章鱼加海苔。我们点了一瓶烧酒，你觉得生章鱼跟生牛肉好吃吗？我们等下去吃猪脚小姐，很有名。结果我们刚才看地图发现，就在我们饭店的斜对面。我自己跑来逛 OLV 样子。最近超多人推荐的系列已经完售了，都选到那种已经没了的东西。在最角落找到最后一只，我刚才又看到一个 Roman 的，结果呢又没有我要的色号。来另外一间 OLV 样子，这间有两层楼，比刚才那间还要大间超多。这边的三号色已经卖完了，我刚刚原本想说要买，结果呢我没有带到护照出门，我买到的那个金额应该是可以退税的金额。今天再来冰镇和阿萨姆奶茶，一个是白巧克力的，一个是原味巧克力，还行啊。融化冰淇淋，必买的饼干，那个真的会吓到。太软，还好。